而另外要配合圣诞节即将到来，选举的竞选活动也要有点节庆的气氛，多位候选人都有设计特别的节目。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陈欧珀的竞选总部就充满了圣诞的欢乐气氛，陈欧珀还特别扮成了圣诞老人，背上礼物袋发送糖果，祝乡亲节庆快乐。圣诞节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圣诞老公公了。立委陈欧珀打扮成圣诞老人，背着礼物袋四处发送糖果，传递祝福。黄师长，黄总长，欢迎你们的来电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江爸爸，你忘记我。我们非常欢迎好多的小朋友一起来参与，现场充满着欢乐的气氛。我要借这个机会，特别代表蔡英文总统、陈建仁副总统以及所有的竞选团队，祝福我们宜兰乡亲父老大家耶诞节快乐。同时，也借这个机会，要感谢全国的乡亲父老。民进党打选战打得很辛苦，但是有人民的力量的支持，我们力量越来越坚强。人民的力量汇集成耶诞小猪，所以我们这场选战虽然是面对了国民党不公不义的反场，但是我们有信心能够打赢这场胜战。大选投票日倒数计时，民进党的小猪铺满也陆续回娘家，象征集结人民力量，让民进党赢得大选，使台湾更进步。宜兰新闻记者黄楚翰怎么报道。